下扭转敲，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们懂得了。好了，开始石头剪刀布，引入对象来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不行，敲一个蓝的，这个明明就是白色。你这个人，敲一个白的。我再来，希望能赚到休眠。敲一个白的，休眠。敲哪个？敲这个。喂，今天这局好像老赚到一样的，那我觉得把旁边敲完，你要再敲中间的完蛋了。白的，是白的。其实后面的压力很大，一个白的，这个白的都很危险，我觉得。对，真的，哇，前面已经有要倒塌的趋向了。敲这个，这次做宝宝，哇，来了，真的，一个蓝的，蓝的鞋好敲了，这个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不会骗我吧？你不会骗我吧？哇，我俩这是敲白的绝对会死哎。绝对这次绝对会塌掉，加油！哇，四个，还不一定，我跟你讲，那你敲吧，那不一定，你再敲吧，无从下手。你干什么？你敲了吗？你还没敲啊？怎么办？我还没敲，那他算不算？那算了吧。真的吗？对，那我还差，因为他刚掉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再敲一个蓝的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。艾丽娃，又是你哦！输了的，没说输了的怎么样？输了的，游戏到此结束了，输了的请客，吃好吧，拜拜。我们刚刚决定输了的弹脑门，耶！可以拿这个弹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怎么弹？这样吗？来这样，你好可怕，你是哪？